你看这题目，是会 y 等于三分之一括号的 x 次方的图形。那么这里我们使用绘图软体来作图。这边我们输入 y 等于，这是括号，这是三分之一，我们输入一除以三。那么 x 次方，我们输入这个符号，然后这是 x。好，按 Enter。这里我们产生，这是 y 等于三分之一括号 x 次方。这个函数图形，